坚决拥护完全赞成中央和中企国家间对我做出的处理决定。我理想信念不坚定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扭曲，政治上的蜕变，对党不忠诚，经济上贪婪，搞权钱交易，生活上奢靡，贪图享乐，腐化堕落。我走到这里，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我发自内心向党中央知错、认错、悔错。